对。不行，你还有一个字，国呢？国呢？将会变高。国呢？哎，你那个全部的字都贴错位置。啊？哇啊？啊？国在这边。字尾。那往上吧。全部往上。Michael 站在上面、啊。各位同事朋友，各位市民以及各位来宾，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在这里举办台北2000同志公民运动的第二个大的活动——台北国际同志论坛。今天的活动呢，我们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有这样子的对同志人权的尊重。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来到这个场合。参加这样的活动，今天的活动我们就请主办这一次同志公民运动台北同欢节的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林正修林局长来跟我们主持今天的开幕式。各位市民，还有我们远道而来的两位好朋友，
还有何教授，各位同志，大家午安。昨天这样一个欢乐的例子，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呢，我还觉得余韵犹存。我觉得今天的那个感受呢，除了欢乐之外，对我个人来讲，其实有一种启发或者启蒙的一种 inspiration。我觉得今天我想占用一点点时间呢，跟各位讲一讲我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我的心声跟我的感受，那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各位让我在这个机会里面想到去回想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我们学哲学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我是谁。十几年前我在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学院里面的哲学的训练里去找寻真理，十几年来我其实是一个同志运动的受益者，跟性别解放运动的受益者。而今天呢，我居于这样的位置，在受到市长的信任，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推动市政的建设，这几个角色跟身份撞在一起，我想跟各位谈几个我自己觉得一再思索的观念。1978年，法国大革命，他提出这个自由、平等、博爱。1789年，抱歉，太紧张。这200多年来，其实我们接受而且被这些信念所 dominate， 所制约。我下面也想提三个我一直在思索而且还没有答案 unfinished 的一些问题。这些启发是来自于跟同志的好朋友和你们对这个城市的贡献。首先第一个我想谈的是尊重。我觉得尊重有那种冷冰冰的尊重，就是我其实不同意你，我也不想了解你，那只是因为法律保障我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是一样，假装是一样，这是一种尊重。有一种尊重是带着好奇心的尊重，是准备想要去了解人家的尊重。我觉得从一个形式的民主、代议的民主到实质的社会交流跟和解，尊重真的是一个要学习的课程。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还不大懂得怎么去学习尊重。我们去鼓励好奇的人，通常好奇的人都会付出一些代价。我讲这些话是讲给非常值得这些主流社会的人听的，也不只是针对不同性取向的人，针对各种事情。我们这个东方的东亚的社会里面，真的应该好好去鼓励那些有好奇心的人，让他们不致太早阵亡。第二个呢，我想跟各位讨论的或是报告的是所谓美感的问题。我知道这个真的非常愚人，尤其在下面还有我们哲学界的这个前辈，因为通常我们这些比较主流的哲学哦，觉得我们不大讨论什么是美感，因为这是个人的事情。就为什么会在这个场合谈到呢？因为我们的电视广告是全世界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这是个好大的产业，好大的垄断的企业，在说什么是美，什么不是美。其实很多人在受苦，他们并不知道。就长得比较壮的女生，或者比较白的男生，或者是比较不想那样粗鲁的男生，都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我们有没有真的想，其实好像动物不是一种生态系，需要各种的这个平衡。同样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美感弄得这么单一呢？所以在这里面，我真的由衷的感谢这几千年来，然后几百年来，甚至几十年在台湾的同志的运动，来冲撞了这个单一的价值、单一的美感的价值。让我们开始想一想，人其实不是这样在市场上这样子去标签，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美感。只要你做你自己，你就会被别人爱，你就值得别人爱，你也有爱人的能力。最后呢，我也谈一个非常老调的哲学的课题，就是进步。进步从哪里来？看来啊，正如历史，真的进步从来不来自于正统的主流价值，他们只是在这个时间的洪流里面在折旧、在折损而已，是时间问题。进步来自于边缘，来自于少数，但是常常少数跟边缘也是被歼灭，也是被扑灭的对象。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同的少数跟不同的边缘之间呢，还真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战略的对话，或者是一个友善的合作的关系。至少就我的一些基本的训练，我觉得有一个象征最能够形容这样的默契，就是彩虹。每个人可以不同的颜色，但是我们并在一起的时候非常非常漂亮，只有在天空很少很少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美景。我但愿这样的美景也出现在我所生长的台湾。我希望不管做环保的、做劳工的、关心国际人权的议题的，同时关心弱势、关心同济、关心所有的站在边缘、对于这个体制还不尽满意的这些人，能够互相了解、互相沟通。我这一次觉得我们台湾的社会呢，其实是出奇的友善。我甚至在这边也要跟各位好朋友报告，就是说，即使这些对我们稍有批评的教会的朋友，我都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是可以对话的，跟这些恶意的或者是重伤的这种言语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2000年虽然慢了一点，我们有一个好的起点，但愿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一年一年往前走，台湾一定会成为亚洲最开放的一个社会。谢谢。非常谢谢林真秋局长的发言。那我想我们从他特别为这次活动这么认真准备的这个讲稿，我们可以发现跟很多只是做做表面功夫的政治人物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也是让我们很多同志朋友更深刻的感动，也感谢台北市政府这次的诚意。那今天的活动呢，我们总共有三个讨论的题目，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行我们第一场的讨论。那我们第一场的讨论主持人是由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负责人何春蕾何教授主持，接下来我就把工作交给何老师。谢谢大家。昨天的同志圆游会以欢乐戏耍的方式，让台北同志公民具体的重会了台北东区最中产、最西化的空间。今天的台北同志公民论坛要以最有思想、最有挑战性的方式来改写台北市本土政治利益争夺最激烈的空间——台北市市议会。平时的来说，台北市议会应该是市民透过自己选出的民意代表来交换意见、协商合作、掌握市政方向的殿堂。然而过去我们却常常在这个场域当中看见市民的权益被忽视，市民的尊严被当成利益交换的筹码，市民的生活被无理的入侵。但是最近3年，性弱势的市民不断地向市议会的空间挺进。1997年，台北工娼的有力抗争终于将有关性工作市民的公听会和辩论会带入了这个场域，带入了市议会。1998年，就在这一个演讲厅中举办了有关于性工作者权益的国际论坛，有非常多的国际知名的妓群运动人士来台北，到这样一个空间里面讨论。弱势市民的声音震动了这个市民殿堂。2000年的今天，台北同志公民论坛再度将性弱势市民的声音带入这个属于全体市民的权益大堂，也进一步让台北同志文化与国际同志文化进行深情的对唱。在这个世纪交替的时刻，性弱势主体终于在台北市的公民版图上刷下了彩虹的光影，也正式肯定台北大都会的国际地位和眼界。台北的同志运动其实很早就已经透过网际网络和旅游留学来和国际的同志社群密切联系。今天下午国际论坛则将透过2位重量级的美国同志运动领袖来和本地同志运动领袖对话，以及下一节的同志圆桌对谈，进一步为台北同志运动的过去和将来把脉，也用这个讨论来和所有的台北市民对话。今天下午的圆桌讨论有2位非常重要的讲者，
那他们的经历介绍的话，其实在各位手上的资料当中都有，我就不必要再重述细节。我只要补充了一点点是，当我们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跟这两位讲者联系，邀请他们来台参加这样一个盛会的时候，我们也侧面的得知了一些他们过去另外的背景，是跟性弱势主体非常有关联的。第一场主讲人 Michael Bronski， 除了是1999年十强同志运动终身成就奖的得主之外，也是一位创作者，他创作了很多同志情色故事，写了很多情色小说，也编纂了情色小说文集。第二位主讲者第二位主讲者 Manhunter 是80年代女性主义辩论阵营当中对于反色情的力量加以严正批判的女性主义者之一。因为当时女性主义阵营对于色情非常非常的感冒，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包括 Manhunter 在内，组织了这个反对言论检查的运动，来抗拒主流女性主义者对于色情的钳制。我认为这两位今天这个国际重量级的讲者，在这样一个空间，在这样一个扫黄扫得很用力的台北市空间出现，对于性弱势主体而言是有它绝对的意义的。我不浪费我的时间，因为今天的两位讲者的讲稿都在各位手上的资料里面，而且我也已经提供了一个小小的中文的摘要，就重点都在这里，不过他们英文很清楚，所以你也可以慢慢听一听。为了方便大家跟随着整个的全文演讲，我们特别邀请了专业的口译者鲁明丽小姐来为大家提供非常清楚的中文翻译。所以我们下面就把时间先交给 Bronski 先生，由他来开始宣读他今天要为我们谈的话题。他要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同志运动的发展，对整个运动的发展所带来一些启示。然后下面我们再由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的理事长克飞先生来就台湾的脉络谈台湾同志运动的特殊形象。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时间交给 Bronski。